我现在呢，人在爱媛县松山市的高岛屋百货搭乘摩天轮。那摩天轮日文叫做大观缆车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就是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所去的这个松山城就在我的正前方。那下面就是整个松山市的市区的街景。白天看其实也蛮漂亮的，但是如果晚上来看的话，一定更美。那我们这次会搭摩天轮，是因为少爷列车的票刚好导游争取到，可以让我们免费搭乘摩天轮，所以说上来高岛屋百货九楼搭这一趟摩天轮是不用钱的。那待会我们就要集合去机场，要回家，要回台湾了。这等于是我最后一个行程。那喜红的团让我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，物超所值啊，非常充实的。